这下楼船上上下下我们都看过了，没问题了吧？正好茶锦姑娘一曲弹完，我好邀她一同欣赏这大江美景了。茶锦姑娘，哼，那是。这丫头倒是有点意思，可惜最好还是别与你们扯上关系。苏先生，在这楼船上层宴饮，可放眼四顾，两岸美景尽收眼底，和鲜美食尽情品尝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有心了。小姐，来者穿戴装扮皆非凡品，恐怕这就是张一任提及的大人物。身后三位皆是聚气境后期高手，最好不要轻易与之起冲突。没看出来啊，这乘务永竟如此细心。只是这位贵客看来已被人标上了神魂秘法，看来今夜注定不太平了。袁小姐，萍水相逢即是缘分，不介意的话一起坐坐。你认得我？云和郡城袁家小姐气质出众，光彩照人，想不认得也难呢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那阁下又是哪位？倒是我疏忽了，在下之礼来自玉京城，前往云和郡城是为了拜访友人。我们只想享受旅途，并不想卷入麻烦，麻烦这位公子另行就坐。看来我的到来扰了诸位雅兴，也罢，后会有期。这家伙倒是没有仗势欺人，不知者无罪，就让他们后悔没和我共进晚餐去吧。什么情况？先撤，不要留在这是非之地。诸位，此种风浪我这一年经历了不知多少，我给诸位一个建议，留在我身边，我必能保护大家周全。可你就是麻烦，我们还是躲远点好。那就请便了，到时候别后悔就行。下面怎么了？据说妖兽们跑出来了，下面乱作一团，我们没地方去，只能跑上了。贵人们，救救我和孩子！后面人太多，下不去了，先撤回去。怎么，这么快就后悔了吗？赤力公子，下方异兽被歹人放出，已经乱作一团，无法下楼。放心，我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。过来吧，我一样保你们平平安安。不了，在你身边更危险。我听苏先生的。哎，真有人一心求死，那就随你们吧。张多，带一个人去守住大门，如果遇到有人需要帮助，拉他们一把。是。得罪我们公子的账，回头再算。谢谢公子救命之恩。不必客气。